体有一些残疾的小孩子都没人可以来照顾，是是，而且无处可去，然后我们就动员所有的村民，所有的好朋友一起集资，然后我们为此还举办了很多场的户外的一个集资募捐会，然后所有人都不收一分钱的报酬，都是这样子完全免费，然后一分钱一分钱集资起来，从地基慢慢的盖到现在三层大楼，然后收养了所有的这些需要帮助人在里面，献出了我们所有的爱心，而且每天都有义工去现场免费帮忙。对对对对，这件代志发生在九年前，我嘛阿个深深受这件代志感动。你干嘛不会行呀？哈，对啊，我迄阵阿个细汉啊，啊，所以我常常嘛嫌爱去用送入去经内底，吼，变成迄个孤苦的孤儿。吼，当然，你个起庙是抚慰人心呐。对。吼，啊，恁这种做护理院的是实际行动，所以。这是什么比较呢？大家都做善事，你们比较中，干嘛跟我什么代志？我们朱家庄的一个阿伯嘛，他家里面的一只猪跑掉了，然后呢，那一只猪对他来说就是那一种像好朋友一样，像亲人一样的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动员了所有的人都出去帮忙找那一只猪啊，大家找了一天一夜之后，终于把那只猪找回来，就送还给这个阿伯嘛，那阿伯就很感动啊，而且他从此以后就跟那只猪就过着很幸福的生活。没事，你不尴尬。这个猪对他很重要吗？就是像亲人一样啊。这件代志我知影，发生在八年前嘛，好吧？哎呦，那只猪真正是阿伯啊赖以为生的这个功夫，因几家伙啊拢是靠这只猪，是啊。所以我们把饲到足大只的时阵，会当去拜天公。虽然是小事，但是也是好事。对，哦、来感谢感谢。我们还有来还有，我们不是有建那个什么屋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然后我们队里面，然后那个会组织一个队伍。然后是扶老爷爷跟小朋友过马路。好，就是说每一天上课下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组织一群的年轻人，然后每天都在那个斑马线的这端到那一端，因为那边是我们这个事故多发点，在我们这个牛家村跟这个朱家庄之间有一条马路嘛，然后那边是事故多发点，很危险哎。对对对。金嘴秀朋友啊，老黑啊，因为没有注意看马路，然后就会发生一些意外。然后现在有胡车弄丢。有啊，你确定懂不懂马路哎？然后我们年轻人就立志要组成一个队伍，然后每天。轮流值班，然后接小朋友、老爷爷过马路。这件代志我知影，发生伫七年前。对。啊，因逐摆吼，去指挥交通的时阵，拢穿安尼啊。啊。佮而且佮做爱心的喎，本来咧，哔哔哔哔，啊，人嘛行过，因佮耶安尼。这个上新闻我有看。没有啦，其实我穿佮足歹。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安尼好。好个。这嘛是讲，虽然嘛是小代志，嘛是做善事。对对。好，来感谢感谢感谢。好，来阿玲公公。没有啊，其实我刚才想说哈。不仅是你们牛家庄助人为乐，我们朱家庄也是很助人为乐。我们朱家庄呢，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只要坐公交车，也会给那妇女啊、儿童啊、老人啊让座，每天都是这样。而且我们还有拿那个三角徽章，公交车的文明三角徽章哦。哦好好。这让座给老弱妇孺，这是应该、啊，这是应该的、啊。我们也会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啊，但是应该的。但是这么个倡导这人嘛是丢啦。对，我们连胖子都会让座啊，真的，因为怕他跌倒压到瘦的人，真的会受伤啊。他会减肥瘦身下来。不，这个代志我怎样？这个代志发生在两年前。嘿，啊，到恁老爸有较肥啊。哦，对。